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可以访问到刘基慧老师哈。那刘基慧老师是阳明交大文化研究国际中心的主任哈。那就我其实读着刘基慧老师的书非常非常多年了哈。那他的研究领域是非常的广哈，然后我觉得那个整个结构或者是气势其实是非常的庞大哈，非常恢宏的。那刘老师主要他的研究其实就是在中西哲学的比较哈，然后还有包括精神分析，那还有一个就是跨文化的研究哈。那他在跨文化研究里面，除了谈这个雅纪的文化哈，或者是就是像陈介仁的影像啊，或者是吴天章的画等等，那都其实都有非常精辟的一些分析啊。那刘老师他其实在他的整个研究里面，就是我把它分为可能是三个范畴，一个就是属于政治哲学，那另外是这个精神分析，还有跨文化这样。那所以我想先请这个刘老师，就是先谈谈，就是说你的这近三十年来这么庞大的恢宏的这个研究体系，读者们哈，或是这个学生们，要怎么样了解你的整个研究的路径哈，或是研究的图像哈，以及就是说你这样的研究可能具备了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哈，比如放在整个台湾的这个研究里面，它可能展现出什么样的特质？说是三十年，其实我博士毕业1984，到现在已经快四十年了。哦，教书也教了快四十年了。嗯哼，那我过去是英文系背景毕业，就我出去念的是比较文学。那回来之后，在英文系教书，我当时就觉得说，在台湾所教的外文系或者英文系都有太多的限制。那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不管是17、18、19、20的英国、美国或者欧洲的那个社会背景、历史背景、宗教、文化、艺术、哲学、思想，整个的脉络都是缺乏的，他怎么去回应呢？所以我当时在英文系就已经在开设，持续的邀请老师来开设中国文学的课。那我也设法去拓展这个不同的面向，跨艺术，也就是说我们要谈浪漫时期的文学，一定要了解浪漫时期的音乐、浪漫时期的绘画、浪漫时期的思潮，才能够知道说这些同样的可能是 sentiment， 就是这种情感啊、激动啊，或者是渴求啊，它透过文字出现，它怎么样透过影像出现、线条出现、音乐的这个 rhythm 出现。所以实际上我第一个阶段我在做的一些研究，就包括这个跨艺术的，我开了一些课，包括这个超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后摄电影 meta cinema， 开这个视觉文化理论，那那个也讨论这个现代主义 modernist literature、modernist painting 和 modernist 那个这个avant-garde cinema， 它中间的关联。所以我其实早期更早的时候，我这个那本书《跨艺术》就是《文学艺术八论》，在谈 Othello， 我在谈 Godard， 我在谈这些这个歌剧，好，或者是电影，它如何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呈现了一个跨，这叫做什么？不同的，我那时候是说符号系统了，可是我用一个 intertextual 的方式来解释当时，就觉得说在这个文学作品、那个艺术作品、那个音乐作品中间，它会随时呼应或者是 quote 了这些不同的文本或者不同的历史时间点的一些这个 image， 或者说它的那个这个 rhythm， 好，或者 tonality 之类的。我觉得精神分析它提供的一个是对于主体的复杂的诠释，再者是对于语言的复杂的诠释，就是主体它所呈现的一个表面，我说我是我，可是我这个我就不是真正的代表是我，它背后有一个 topological 的一个复杂的一个穿越的不同的这个 stratum，
那个不同的 stratum 就像是Freud 所说的，它就是一个 archaeology， 就像特洛伊城它被摧毁了不止七次啊，十几次，十六七次。重建的时候呢，你重建出来的那个石块啊，那个墙啊，它可能是前两个世纪的这个某一个 style。那意思是什么呢？那个痕迹，它在现在还在发生作用。这个对我来说呢，去理解人的心灵状态，他现在所说的话，他是如何借用了一个上一个世纪，或者是上五百年，同样这个语汇，他用一个现在的方式诠释，可是当时的某一种权力的关系，在现在仍在以现在进行式的方式发生作用。这就为什么我会觉得说 Freud 他所提出来的这个心灵的地层学和他所说的那个心灵的拓扑，他有一个动态的 dynamic 方那个作用，他也有一个经济的 economic， 就是说他是一个替代换，一个 substitute， 所谓的 topology 和 topography是一个心灵的地层，可是它是一个不断在变动的。那当时就是从 Freud 我进入到了 Kisva， 然后我也进入到了 Lacan， 那所以对我来说这将近四十年哈，我其实我觉得我的学术的生涯是在博士毕业以后才开始慢慢开始。你看我刚才那个出书，那个我的那个研究室的书，就在一堆一堆的，最左边的那个是那个福克、巴杜、杭斯耶，还有这个阿冈本，在最右边呢是那个 Freud 和阿冈。那个上面呢还有那个 musicology、opera， 然后中间呢有周恩来、毛泽东，然后这个共产党史啊等等等等的。当时的外语学院院长邀请我去创立这个比较文学，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在英文系是不满足的。从1994年一直到这个2000年，我主要的工作就是重新去阅读台湾的文学史，从日治时期开始，然后这个到这个所谓的戒严时期，到1990年代，然后到那个，那可是同时我也系列的开设了这个精神分析和文化批判理论的课程，我就开始去做研究，说跟纪玄合作的林亨泰，他其实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日本的这个成长的历史，他接触到的是完整的跟西欧同步的超现实的或者现代主义的这个批判理论。那在他之前呢，杨炽昌他也是同步的，他们喜欢 Cocteau， 他们喜欢这个 Surrealism， 他们那个跟这个日本的那个学者一起去写研究诗与诗论。那杨炽昌他也发展出了他的诗论，他在回到了台南之后呢，创立了风车诗社。所以我为什么会回到林亨泰和杨炽昌的原因是，我开始谈这个纪玄、余光中、雅玄、洛夫、罗门这一系列的这些这个所谓的军中诗人，他们为什么会要用这么大量的超现实的文类？我要去从他们的文字中间去阅读那些曲折的不能说的。他们其实也说了，像是这个桑琴说这个像是囚笼之内的有石块在脑袋运作啊，自己在监狱里面一样的一个空间里面，那个是整个的氛围。那可是这样子的氛围呢，不断的比如说在雅玄的这个献给马蒂斯，他在说这个泛滥的红色不听话的苦艾草，为什么苦艾草会不听话呢？是因为他自己的怀乡不听话。他的怀乡为什么会不听话呢？因为他就是想，可是没办法讲，没办法回去，没办法写信，没办法联系。这一整个 generation， 我们说49年来的一整个 generation， 也包括我的父母，他们必须把家书全部烧毁，免得会有人来搜，会说哎，你通匪。直到了80末90才知道说啊，父母死了，怎么死的也还不知道。那我为什么要开始谈这些这个
现代主义的这个作品和那个超现实主义的诗，是因为现实不能够直说，你直说就变成 slogan， 你直说就是变成是官方说法，或者说是随着当时的教条。我开始做这些研究是在90，那是我的第一本书《孤儿女神》负面书写。负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正面不能够讲你的 positive， 你直接的 statement， 你永远是片面，而且你有可能是只能够顺着当时的意识形态，顺着当时的官方说法，或者是说受到这各种的 censorship， 而你不能够去直接讲。那90年代刚刚好是台湾的本土化的兴起，我自己80中回来，其实亲眼的参与和见到了各种的街头剧场、街头运动、上街的这些示威，那个农民的示威等等等等，反军政府的示威，这是全面的、全岛的，好，不分党派的、不分这个省级的。到了90中后呢，已经越来越内缩，所谓的台湾主体性变成是一个巨大磁石的，让大家都朝同样的方向去看，同样的方法去说，然后连文学史也用一样的方式去写，而排除了各种其他的那个不同的那个文学书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孤儿女神负面书写，我会用剧场的 performance 看到当时有这种，不管是赖声川、林怀民、林秀伟，或者是这些他们怎么样去表演出，我说当时我是说我们的症状、The symptom of our time， 或者说是我用一个孤儿女神作为一个对照来谈台湾非常暧昧的这个位置，去谈文学史的主流所排除的，我说那个是负面的台湾意识，就是台湾意识不见得是要正面的，台湾主体不见得是个正面的，它的负面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文学史、文化史或者文化心态史的一个重新的描绘。那我那时候就说这是不同的主体性，负面的，这是不同的台湾意识，所以我就是回去会去思考所谓的现代性的问题，的克斯巴的讲法。那的确就是我们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间看到这种激动的、嫌恶的，或者自我贬义、自我厌弃、自我排除的、自我否定的，那这里面当然就会牵涉到这个很多必须要透过精神分析来理解的。这个我们说50年代的戒严，或者说他所执行的比较是军事化的，那样子的这个文化复兴运动和整体的那个的控制，在30年代新生活运动就开始了。当时所说的这个新生活运动全民美学化，意思是全民军事化，完全是在 copy 这个30年代这个纳粹的这个法西斯的这个文化清洁运动。我那时候也做了很多的研究，看到很多的文献上面都有用法西斯帝是我们的出路，不管是左翼或右翼都是觉得是唯一的出路。那个那一套直接执行的呢，其实是新闻资讯言论的控制，好，间接的呢，当然就是所有的电影都会朝这个方向拍，所有的这个政策等等。第二本书呢，我就会谈这个新的变异，就是为什么会用这个一种朝向集体凝聚、朝向统一、朝向一个这个强大的一个国家国族、朝向一个这个一个光明的乌托邦的这个国家的想象，就是我对于这个所谓的 nationalism 永远是有一个非常敏感的一种反省，就是它成为一个文学的主流，成为一个心态的主流，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30年代、40年代，左翼、右翼都出现了这一种，包括在台湾
因为是在这个大东亚共荣圈之下，一样的好，就有自我清除疑敌之心，要把我的血洗净。那当然这样子就会让我去再去思考这个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心是如何被 shaped， 像是一个雕塑，德国的也是这样子讲，对不对？一个文化是可雕塑的。那中国人最善于用心，他不讲这个不必先谈生命的政治，他首先是心是一个 verbally linguistically 他不断的被塑造，所以这心的治理，心的政治，他就是我在到最后我就会去思考说，在心的变异之30年代出现的，它不可能是啊、哦，我昨天听到我今天就执行，那个是一个知识的架构，那是整个的知识的这个我说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已经慢慢的奠立，再回到了这个19世纪中后期的这个日本、中国和台湾，当时的知识分子如何饥渴的去吸纳这个欧洲的所有的那个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人类学、这个文学史等等。所以我们说傅科在说这个18、19世纪的 disciplinary 的这个奠立，然后建立了一个20世纪的这个 biopolitics 的基础、对不对、实际上19世纪中后日本大量的翻译这个，当时我注意到几个例子很有趣的，就是说这个佐治除岩，好，那傅兰雅这就是这个John Fryer 他翻译的那个佐治除岩，其实就是一个 pamphlet for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教材教科书。那个当然就是被这个康有为、梁启超这个这谭嗣同，包括他们都大可饥渴的阅读，可他们也大量的从日本那边翻译。我注意到他们这个差不多在1860开始就全面的接收德国了。本来还是苏格兰的这些启蒙知识分子的，后来全面的，包括他们学校是最早是全面军事化，那中国当然接收了，台湾也接收了军事化，为什么要召会啊，有那个升旗啊，排队啊，那个还要做体操啊这些的。当然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觉得说学习东洋是最便利的，所以大量的翻译，当时的这个从张之洞到这个罗振玉到一系列的教育杂志，好，或者是后来的东方杂志，大量的翻译。所以我们在说以国家为中心，国家决定个人的所有的生命或者权利和义务，和那国家做这个作为区隔，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孤儿女神到新的变异，到心之拓扑，再回到了一分为二，其实比较像是回到我最初的问题，就是台湾海峡的一分为二，它如何是在一个偶然的，可是是一个复杂的这个所谓的 complex system 和over determination 多重的决定之下，造成了这个50年代海峡危机稳定下来，真正是一个 mentality 的一个二分。好，这就为什么我当时会讨论一分为二，本来是一个哲学的思维，而且本来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然后为什么会形成了整个的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好，那个不只是一个 generation 的，因为它是不断的自我复制延续啊，这个衍生啊之类的，我认为是一个心态史，所以我就一直会希望用新的拓扑或者心态史的拓扑研究来这个提出，这里面就包括了可能是剧场、电影、
诗、舞蹈，这个和哲学论辩，和政治的各种的这个因素。嗯，而这个因素还包括了 local 的和 global 的。嗯，本地的一定是受到了全整体的牵动，所以这个只有透过 topology 才能够去分析。嗯嗯。对，其实刚才已经说了非常多的这个脉络了，然后就包括就是说整个这个你在思想的这些轮廓或者思想的历程，那就包括蛮清楚，就是说在整个人主体其实在思考的过程里面，那他可能受到整个世代的影响，或者是整个情势的影响，那所以你从一个处在台湾，那这些主体的情感是怎么样被影响的？那包括说，可能在这里面，在文学、在艺术，好，它可能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被表述出来？哈，那这里还包括说，你刚才提到，就是说，那一个主体它会受到影响，绝对不是一个单方面，哈，所以你开始慢慢想要从一个拓普的方式来谈这个主体处在一个位置上，它可能是怎么样被影响的，怎么样被生成，怎样被建构的。所以你其实刚才提到，就是说，因为你的书可能是。就是我自己看它可能就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了哈，就刚才你已经提过这个孤儿女神，到这个新的这个包括就是你谈这个新的变异这样子哈，那这里你比较会谈的是主要是这个主体的感受结构哈，就是包括刚才说过从一个精神分析里面来看，活在一个台湾当代的那个时候50年代那个时候的人的情感是怎么回事，他的恐惧、他的暴力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啊，那所以你因此其实在这个层次上，你其实划分了一个跟妇科的区别，就是妇科自谈的是一个生命政治的问题，那其实你更想要谈的是一个新的治理，或者是你说的新的政治这样一个事情哈。那所以你其实在一个方法论上，就是用一个拓普的方式啊，你刚才说过可能是一个拓普的心灵这样子一个方式，拓普学。所以要不要谈一下，就是说对你来说什么样是一个新的政治的拓普学哈，以及就是说这个拓普学作为你讨论主体的方法，它其实相异于其他不同的方法论来说，它可能是具有什么样的特质，以至于你觉得拓，因为拓普其实看得出来是贯穿了你从这个之前到现在一分为二的阶段，其实你可能都蛮强调拓普的。那所以新的政治拓普学可能是怎么回事？那拓普在这里面它可能有的特殊性在哪里？拓普哈 ，topology。Topo 是什么？ Topo 就是一个地方，一个 place。好，我们如果说把台湾看成是一个 place， 它不是就是只是一个不管是直的或横的那个岛屿。我们都知道 topology 是对于空间的多维度的 perception， 对，多维度而可变化，在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维度，它会穿越或者变化，而且会变化出新的空间。这个多年前我在开始谈这些问题，我就到处在网络上找这个 topology 的图示，有很多动画很漂亮，像这个样子哈。可是最初我还是从那个 Lacan 的那个主体拓扑学。我们都知道主体拓扑学所谓的三环就是那个想象、象征和真实，对不对？想象是主体自我想象的那个 identity 的那个位置，想象界它如何去在这个象征界、符号界，它寻找到了它的那个支撑骨干，对不对？那个怎么去找呢？就是中间有一个 object body R， 有个点，好，可这个点呢，它另外又衔接了一个不断变化的那个真实。什么叫真实？我觉得一般外文界会把这个 the real mystify， 觉得好像是不可说，可实际上 the real 就是持续的 movement， 持续的变动，它可以是个历史的变动，可以是人的，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在谈那个方以智，不管是从
庄子或者佛家那个华严或者是唯识来谈的这个念起，这个前就是后，后就是前，另外一个的前，或者成悔啊，这个动静啊之间的，也就是说这个 movement 只要是活着的 living， 它就是会动。那可是主体呢，它一定会有个位置，这个我们说主体会有一个想象的一个位置，我如何想象我的 image， 好，背后就有一个要 representation 的一个那个福克或者是别人会说那个 vanishing point， 那个 vanishing point 是主宰我的 perspective， 我这个有透视点的一个 perspective， 我去看出去的一个 frame。那个 frame 呢就像是一个 grid， 一个格线，我们作画的时候会在这个格线上规划出它的这个远近大小，好，它的正确的一个这个位置，中心边缘。可是我怎么看呢？因为背后有一个所谓的 vanishing point， 那个是我在那个地方看，然后这边画，好，可是那个 vanishing point 是什么呢？是那个可能是 truth， 可能是神，可能是我那个时代的某一个我认为是真理的一个点。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福克所说的 episteme。可是刚刚的时候在说的时候呢，他会用一个中间有一个 screen， 好，我在这个 big other 他的这个期待之下，甚至是他的 demand 他的要求之下，我提出了一个我ish，我这个 image， 好，所以这个是在两边的好像是一个视线的交汇之点形成了一个 image。 可这个 image 它能不能代表整完整的这个我的状态呢？你看那个我上课常常会用那个 Freud 的这个他在无意识的 appendix 他用的，就是说我们的经验本身是multi， 就是多重感官的，像这右边它会有这个触感通acoustic 声音的，可能有动作的，然后可能还有这个空间的温度湿度，它的阴暗它的开阔它的压缩。那可是我们要去用文字去描述的时候呢，只能够用一个 visual 的 imageVisual 它甚至要用一个 letter 来代替。所以说从这个我们的整体的经验到一个我说那一道白光那一扇红门，我在回顾和描述的时候，我只能够片面的去捕捉那一点。那就是为什么不管是老刚或 Freud， 好，还有包括 Althusser， 对，就说文字的描述永远是 symptomatic，它是用一个表面无关遥远相连的好一个方式来 substitute 替代，以免真正的那个恐惧 horror 会出现，会被触发。好，所以这个用不断的替代，也就是说文字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述说。所以我们看到的上面那一点，这也是 topology 的一个概念，永远只是一点，它有各个不同的这个 surface 出来的那个 image， 它可能是各自不同的那个 voices， 就像是我们做梦的时候，梦里面那个梦的场景那个 theater 是透过某一种 mise en scène， 就是场面调度，你可以有桌子有电话 有雨伞，然后有一个水桶在那边，好像跟我或许是跟我昨天的经验相关，可是它可能还是个替代。所以说这个表面的那个 image 的 content 就像是我们的梦的 content 是不重要的，谁在做这个梦才是一个问题，那个主体在哪里，用这个场面调度去隐藏它的位置，而迂回曲折绕道的去呈现出它在哪里，可是它 是一个伪装，是一个保护，是一个 defense mechanism 有的一种 creativity。 所以回到拓扑，我们说这个拓扑呢，这个空间到底我们要怎么去描绘，
可能我说 XYZ 他或许会可以约略的描述，可实际上这 XYZ 呢他会牵连了比如说五一分积分，我们也谈到了，就他会偶为偏，他会如何离开，如何偏动。那也就是说你不管是说从这个三四零年代的到五六零年代的那个台湾岛屿上接触的这些人，他像是各种这个微粒子在碰撞，他会被他吸纳呢，还是会岔出去，会发展出一条新的 trajectory， 这些都是未定的。所谓的这个 body 哈，就是 subject 的这个主观的位置，它会牵涉到了一个 ideology 的一个 situated 的那个，那跟那个这个时代性的一个 symbolic law， 好，它中间怎么扣连而产生的那个 meaning， 对 ，symbolic law 呢，它又可能会牵涉到了这个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司法的问题，到底这个 real 没有被决定的主体如何出现？好，我们说这个。把这个会谈那个 void 或者空集合，它如何会让主体是可能有一个出现的空间，所以这个 void 其实还是就是这样，它是 living， 它是 movement， 只要说它不满足于被 confined 的那种一整套的说法和行为，或者是教条或者意识形态，而根据它 encounter 的那个不同的 other， 不同的 situation，这个 encounter 这是偶然的 aleatory 的，可是这个 encounter 它会碰撞到我的身体的经验，而我会有不同的经验出现，就像是 Spinoza 所说的 the body 它的可以被 affect 的那个 capacity，它可以让它去产生更多的这个 image 和 idea，它可能会岔出它原本的那个 subjective 的那个 position， 也就是它的 ideology， 也就是它的 first level 的那个 knowledge， 它如何可以跳跃到 the other， 它没有办法碰触到的那个 level 呢？它当然要透过它的这个可能各种思想上的那个 analogy 或者是推演的，那这边就会牵涉到不管是 Badiou 或者是这个Spinoza 都会讨论的那个思想的力量，就是那个它的那个转向那个 torsion 是怎么发生的，它是维持一个被 shape 的方式重复复制自身，还是说它会因为它一个新的经验而转开发展出一个新的思想，新的行动。如果到最后就是说我们想说这个所谓的三环哈，老杠说是想象、象征和真实，Althusser 呢就会说我们要透过双重阅读、症状式的阅读，去看这个 local 的和整个的global 的这个 complex system， 对不对？和它的 multi 多元的决定。福寇呢就会说这是知识、权力和主体，所谓的知识就是那个真理，对不对？权力就是那个 institution， 我们的物质是那个社会，对，主体那个 ethic， 这边就它有一部分是会被规范的，对，有一部分会转开的，那就才是说真话的，而不是说我说他们要我说的那个 truth， 对不对？那 Badiou 呢就会说主体呢是在这个历史和政治之间，历史是一直在变动的，政治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性的那个脉络当中，真正的拓扑式的分析就要看它那个划分线在哪里。我永远在问我自己，或者是在想，这条划分线哈，你说了，你一定有你的划分，对 ，line of separation， 这就是Badiou所说的 the region of cut， 这个 cut 也就是Lacan所说的 the cut， 这个 cut。如果说你可以维持你是一个 living being， 你会不断用其他东西 substitute， 然后再调整和转换。可是它如果说被 fixated 的话，那就是一个封闭的。没错。好，那所以真正的拓扑式的分析是看到这样子的 complex system， 然后也看得到这条划分线。那刚才其实谈到这个新的政治，那就是用一个拓扑学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那其实这里面
其实还是跟主体是非常相关的。然后那尤其你刚才提到，就是说那一个主体它其实都是在一个位置上，这个位置上它可能受到比如说是一个想象界的影响，但你刚才提到一个我觉得非常认同的想法，就是那个实在界，那 real 永远都是一个 movement， 它是一个运动变动的过程。那所以就是说那这个变动的过程才使得我们可以去想象说主体有没有一个出现的空间这样。所以其实在我的观察里面，就是说你从这个第三本书就是这个心智拓扑之后，你可能从本来一开始在谈这个主体的一个感受结构，慢慢的你想要谈出说那主体在这里有没有一个空间，一个能动性。那你的方式是希望可以谈出一个从一个知识型的转型，也就是我刚才说就是说一个主体它怎么样可以透过变动这样的事情，它因此可以有一个空间出现。那所以你在可能第三第四本书心智拓扑或者是一分为二的时候，你比较多谈的方式可能是辩证法，就是一分为二那个辩证法。那我比较想要了解就是说那这个你在后面这几个谈法里面，就是先谈一谈就是辩证法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你是想要通过这个把一个结构拆解之后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或是另外一个空间，还是说实际上你要做的工作可能是在这里面二者它可能出现一个张力，你想要维持这样的张力，就是说你的工作里面可能比较想要谈的是这个张力的问题，还是要谈的是那个可能性的问题，这个比重有什么，这是第一个我比较想知道。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在你一个长久的研究以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负向性，但是其实好像比较少被讨论到，包括你说的这个负面书写，或者是说负向政治。那我其实蛮想知道就是说这个负向政治到底是什么，那它跟你想要谈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有没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或者说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实际上是可以取代我们现在所习惯的这种所谓负向性这件事情，这边这个综合来谈一下这个。好，其实从刚开始我在谈那个孤儿女神负面书写的时候，我提出这个负面书写，这里面的确就是回应当前的主流的 positive 的这个 trend， 然后我去在不同的文本的痕迹中去理解思考或者是描绘他们的这个负面的书写。好，也就像是我们刚才在谈那个拓扑，它表面它可以是这个一个文化宣言政策，表面可以是一个激动的这个呐喊，或者是表面可以是一个自我嫌恶的一个这个一些 metaphor image。 好，我从弗洛伊和拉冈，我学到的最大的启发是所有的这些痕迹变化都在语言中发生。语言本身它一则镶嵌了一个时代性的一个主导性的思维模式，那可是语言中它也会这个透露出各种变化的痕迹、断裂的痕迹、隐藏的多义性的或者是背反的。这些如果说我知道你一定是非常熟悉的 data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所有的这个欧陆学者都会谈，对不对？那我们要看中间的 rupture， 中间的那个 inscribe 的一些这个多义的痕迹。那不管是在读这些超现实主义的诗人或者是看这些当时的舞蹈、当时的表演、当时的绘画，他们到底用绘画、文字、图像、身体，他们演出了什么？他们所演出的主要的 scenario 是什么？他们在演出中间的某一些
真正的流露出来的痕迹是什么？比如说，我说林怀民的这个九歌，九歌似乎在讲那个这个从未到临的神子，然后神，然后这个女巫要这边起舞，要重新开启一个新的一个文化生命，好，我们就放弃了。可是那个山鬼呢，它是一个非常奇怪、奇特而令人捉摸不定的一个身体。哦，那个身体的柔软，身体的这个运动，身体制造出的一些这个很奇特的一些这个韵律或者是线条，它会让主要的 narrative 主要的这个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当我们说什么是负面书写，或者是你问我要寻找到一个另外的一个出路呢，还是说它维持这个张力，或者说是不是早期是比较朝向这个负面性，后面朝向一个辩证性，它其实一直存在的。所谓的 dialectic 是 dialogical， 对不对？dialectic 是我在这边的感受，我如何用身体性的回应，然后我如何去那个用身体性的回应，在文字中间去隐藏我自己，可是又如何又把它带出来？它这是往复的一个 dialectic 的 movement。Freud 可能会说，这个像是底片的正片、负片之间的关系，好，或者说它是这个我们说出来的，可是它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隐藏的是那个隐藏在我那个看的那个位置，它在各种的痕迹中间。Freud 有很多的很具体的描绘，说它就像是我们不断的走 zigzag， 我们避开空中大道，然后在山路中间这样绕来绕去，怎么绕呢？它还是环绕在一个它要回避的一个点，或者不要直接说的那一点。那个就是 negative writing， 就是我也说那是 feminine， 好，就是一个阴性的书写，它不是一个阳刚的 masculine 的 statement， 它永远是有一个空余的空间。所以说它在这些艺术家中间，它已经打开了这些 alternative space， 它在大的这个被 inscribed 的这个脉络之下呢，它又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这个还是个 dialectic 的一个。所以说思想家和艺术家、文学家，他都有可能在那个 moment 打开一个新的空间，一个主体性的，而那个空间是在他那个张力维持这个张力之下才可能，没有那个张力的话呢，他就顺着这个走，顺着这条路去这个重复复制一个同样的话语。我从第一本书一直到现在，还有我现在还在进行的，他都在迫使我去回答我还没有回答清楚的问题。所以我过去曾经说，每一本书它都是要去让我解决一些问题，我去大量的阅读，大量的去思考，大量去收集一些这个不管是文本、历史档案和一些材料作为代表性的一些文本，然后也阅读一些理论性的。那为什么我会特别对某一些理论感兴趣呢？比如说欧陆的，或者当时谈论那个 The Fascist Desire， 因为它是在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当中，而且我们生存的环境如此轻易的就会再次的导引出一个新的一个民族主义式的热情，民族主义式的集中，民族主义式的统合。那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不断地从欧陆的思想，可是也从我们的艺术家、文学家、思想家中间看到了他们如何呼应了或者解决了这些问题。不管是谭嗣同、章太炎、庄子，或者是这个方以智，我真正在做的是希望寻找一些新的 vocabulary。这些 vocabulary 是中文的语汇中间就已经存在而不被重视，或者被隐藏或者掩埋。好，那他们可以给我们一些力量去回应当代欧陆激进政治所提出的一些挑战。那我们不是只要借用西方的语汇，我们其实要在自己的这个 context、 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本、自己的历史脉络和实际上持续在运作的一些这个力量，这个 discourse 中间去寻找到、去分析或者去
挑战，好，或者是化解，或者是转向，转一个新的思考的角度的可能性。我想可能我的问题可以再同样就是，但是往下再追问，就是说，实际上之所以要谈辩证法，之所以会一分为二，可能有。我觉得它是一个双曲线的运动，就是说我在分析或是拆解体制的同时，实际上它就等同或它同时其实打开一个可能性。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没错。那但是这个双向运动事实上又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一条界限出现之后，让它保持一个自己的张力，就是有一个体制出现了。但所以有些东西被封闭了，那因为在封闭的同时，我们希望让它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是，那所以这个其实会变成是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在你的研究里面，究竟对你来说看到那个可能性，那个他者或是边界，那个可能性是比较你想要聚焦的工作，还是说事实上是你透过维持这个张力这件事情，可是其实你并没有要特别谈那一个可能性这样子。好，这个就是我在说，虽然我们是在谈辩证法，那这辩证法的一分为二里面，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张力和我们对于那个他者的投射、他者的期待，或者那个更多的可能性那个期待。所以包括我说的这个，我们之所以要有空间出来，这个空间这件事情是也是主体要，是看你说的这个，他要画一条线，他要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所以就你自己，不管是心智拓扑还是一分为二，就是你觉得你的位置以及可能你比较想要的工作是怎么样？哈，这是可能在刚才那个问题，你要逼着我再讲下去，可实际上。它必然是相牵连的啊，我的讲法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我所以会一直在这边寻找，在看，不管是吴天章、陈介仁，或者是这个这些诗人，好，或者是这些思想家，我当然是要看他们如何说出不一样的东西，这是一个 alternative space， 他不会去说啊，我的主体现在这边。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建构这个台湾主体性，或者说我们一起来怎么样，一起来洗心革面，不会这个样子。对，所以这个可是要这样子去寻找或者思考或者是辨识，首先要知道那个时代的那条划分线在哪里。好，不是说主体自己划分，而是说他被放到了一个让他认同的位置，而他不自觉他已经被划分了，那条 line of separation， 那个 region of cut， 好，它就是这个其他，因为语言是 unconscious， 它被放到那个位置上，好，那它如何要自觉它不是在复制这个 region 所要让它执行的 discrimination 歧视，好，排除或者说无视，好，充耳不闻。他为什么？他可不可以不要去眼睁睁的看着有这一些人，可是我不理会他们的这个处境，对不对？或者说我们要把他们击杀，好，他们是敌人，对。所以说最重要的所谓的那个一分为二，他我从头就在说这个 dialectic， 它是一个自我分化。经过这个 encounter 而成为另外一个更丰富的自我的可能性，可是首先它是要回来，可是这个成为另外一个自我，它如果被固定在那个位置，所谓的回来就回到那个实在的那个活生生的那个人，对吧？它不回来，它就会持续的被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形态或者是理念所固定而导引。他会行动，和他会复制，他会阐释，他会生产很多的艺术作品和哲学论述。对。所以你刚刚说是另外一个空间，还是说维持这个张力？这张力永远在。好，我所以要做这个研究，是因为我希望思考这个另外的空间。好，可是我必须要去描绘出这个 line of separation 是如何运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会
找了很多例行社的这些这个 document 或者说这个那些这个知识转型的时候大量的那些教科书，他们如何去叙述国家个人的关系、义务、责任等等等等。嗯，对，嗯，那所以 Dialectic 本身是一个持续运动的过程。那我觉得那个那样子的一个 movement， 就是跟 Spinoza 所说的，或者是 Hegel 在这个精神现象学里面所说的，或者是方以智，我前两天在说的那个运动是持续的，那个像是这个菌，对不对？对。鱼是随之而来的，是那个the lack 或者 remain 或者是 onset， 嗯，对不对？那可是你要怎么样去看到它发展的趋势？要看到那个痕迹，这个 trace。那个鸡，对，我之所以会问说这个主体到底它需要扮演什么功能或角色，其实还是跟我等一下接着我要问，就是说，其实，在你的这几本书里面，就是知识分子的位置其实是很重要，就是你的思考其实都在于说，知识分子如何能够更有能动性，知识分子如何能够更具有批判性。或者说，像你刚才有提到，知识分子如何能够洞察那一条线之所在，因此我们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它变化的可能性。这样，那我比较想就是问的就是说，那对你来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知识位置？知识分子该有什么样的位置，或者是其实你想要赋予，或是呼吁知识分子该有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就是说。其实跨文化这件事情可能也是就是你作为一个主体甚至一个知识分子你想要站的一个位置，那到底就我还是觉得分开问了，就是说知识分子在你的工作里面到底他可能是具有什么样的角色，那包括就是说如果从跨文化的这件事情做一个方法论的话，他是否能够比其他更有具有意义，或者是它的特色可能是什么？我想，所谓的知识分子哈，就不见得只是一个在学院里的。可是学院里面的呢，他应该要负有更多的这个责任，因为在学院里的他不只是要进行教育，要进行研究。可是研究并不是只是在提供什么样的这个计划那个量化的那种成果，而是透过研究去思考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什么是尚待解决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个学科被给定的，或者说这个计划的主持人要求的等等，那些都不必谈。其实这个所谓的 research， 它就是每一个研究者他必须要去忠实于自己的那个位置，他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历史时空，他所面对的社会，他所面对的学生，他所面对的一般的这个reader， 好，或者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 reader 呢，它就不只是在台湾的，而是包括一个国际学界，或者国际的这个不同的文化工作者。像我这几年比较会慢慢的越来越重视这个学校，它的这个跟这个 cross local 的 intellectual 和 cross local 的这个NGO 就是文化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对话，也就是说，学者或者知识分子的位置不是单一的，只是在这个在研究室里面，他必须要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社会的变动和社会的变动带来的难题，和这个难题为什么台湾会如此发生。是因为两岸的关系吗？是因为这个东北亚、东南亚的这个局势的变迁吗？那东北亚、东南亚所发生的问题，或者东南亚、南亚所发生的问题，跟台湾难道无关吗？为什么有那么多类似的情况？类似的这个
殖民后殖民的处境，那或者说去殖民的建国，或去殖民建国之下的一种某一种 ethnocentric 的一种那个公民政治，所以这个那这些都是一个历史的漫长的累积，可是漫长的累积它会透过某一些体制的延续，某一些政策的延续，某一些心态的延续而持续存在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所以身处台湾，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必须要认知到说，我们的确我们这一代不是你们这一代，你们不知道应该可能也是是在某一种那个思想被控制的啊，整个的这个包括书籍啊这些的，要打破这样子的一个控制，或者打破那种灌输式的教育，其实我个人非常自觉的在设法那个突破挣脱。那我也觉得我真正在实践的就是要去像方以智所说的，要移人之所不移，你要能够移，你才能够移这个法。对，好。可是你要移，不是移大家都所移，而是移别人所不能移，而知道这个问题它的所以然，所以如此形成，好，它有一个背后的一个因素，我们要去分析，要去思考。所以回到这个台湾既然又是在一个冷战结构之下的一个产物，它又延续了一个内战的一个历史，可是它又延续了整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晚清革命，哈，晚清又是延续了这个晚明明朝的衰颓，然后之后，就说这边有复杂的这个历史和复杂的思想资源，和复杂的这个怎么讲，历史挫败，都是我们的资源。我觉得这个说要去寻找这个中华文化的思想资源，不是它的光荣面，而是说它为什么会历朝历代都有这个大量的农民革命，大量的这个土地集中而使得老百姓没有立足之地，为什么会大量的那个贪腐，这个官僚体制是现在还延续的，我不敢说到什么程度，可是说那个官官相护，或者说是买官，或者是说这个士大夫只为了一个名位，然后之后就不念书了，不读书了，那这也是方以智批评的。那好，我刚才说台湾在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丰富的有各种资源的，有整个的中华文化的挫败史和思想资源，也有它这个穿越这个东北亚东南亚的各种历史这个因缘，也有这个衔接美国欧洲甚至是拉丁美洲好或者非洲的各种文化的一种可能性。所以台湾的知识分子他的位置是什么，他不是只是在教科书在学科之内去延续某一个时期所定下来的学制，比如说国文系该怎么样，哲学系要怎么样，历史系要怎么样，他能不能够去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面对台湾现在的难题去寻找他的答案，这个答案可能是必须要跨越他的学科的自我保护，向自己挑战，他是不是要去多读一点这个，不管是哲学啊、人类学啊、社会学啊、心理学啊、艺术啊，等等等等，去让自己能够真正的去思考这个难题它是如何出现，我要如何 address， 我有什么样的语汇，我不能够一天到晚就说啊，福寇在讲什么，这个罗伦巴在讲什么，或者是这个朱熹在讲什么，我必须要用我们现在的语汇去思考。去分析，然后提出某一些不同的思考路径。那这个就是已经回答了你说所谓的跨文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以为，好，
台湾就 自足了，好，或者说亚洲就自足了，或者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都自足了，或者是说这个我做欧陆哲学我就停留在欧陆哲学，不行的，我们活在此处，对不对？我们面对我们的社会，我们有没有这个意愿去维系这个 community， 让它维持它内部的活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必须要做的。其实刚才也有提到，就是说，就是你刚才提到知识分子事实上是要一个突破一个思想的框架，或者是打破这种思想僵化的这样程度，那包括就是说我们可能要一个新的语汇这件事情，不晓得是因为在你的这个幻化里面，其实就是看得到你其实在试图的引进像章太炎、谭嗣同或者是方以智这样一个中国的古典的思想在里面，那不晓得就是说这个你引进这样的一个思想或是做这样的一个跨的对比或对话，它有没有什么样一个特别的意义，或是对你来说它其实赋予了什么样一个新的可能性。像我想你也非常知道，就是说我们都是哈，就是这个非常受到这个欧陆哲学的吸引，因为他们那些思想家都非常尖锐的去面对他们的难题，然后提出他们的语汇，他们的思考方向，那像我说的，我过去上课也谈过，不管当然是 Freud、 老刚、 Althusser， 好，那也有读这个 of course 那个 Marx， 还有巴黎巴尔、巴杜、阿冈本等等，我觉得他们，我所以会阅读他们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尖锐的，就像我早年在读这个别人怎么谈法西斯，好，到后来怎么去谈这个思想的这个认识论，它如何影响这个主体的位置和感受啊等等等等，他们真的解决得非常的清晰，因为他们在回应他们的难题，二十世纪的这个 Holocaust， 对不对？这个二十世纪的这个种族灭绝，还有二十世纪末的这个那个再次清洗的民族主义和那个种族主义，和那个虽然这个玻璃围墙倒塌，可是实际上再次出现的各地的这个内部的这个 border 边界，对，那 border 就是发生在这个 community 中间，发生在这个邻里中间。那他们真的犀利地回应他们的问题，而且让我不断地自我反省。好，那当然我透过那个的角度，我重新比如说全部的重新去整理这个中国台湾现当代的一个思想脉络和文化和心态史的这个脉络，那我慢慢地回到了谭嗣同、章太炎、这个方以智和庄子等等，甚至佛家，那很多都是很陌生的。当然庄子我当然学生时代就在读了，可是我看到谭嗣同怎么用它，章太炎怎么用它，或者说方以智怎么用它，简单是大开眼目，而且非常的激动。他们可以这么犀利的、尖锐的、正确的指出他们时代的那个难题、问题。那个章太炎甚至就是说记账变故异常等等的，就是用很多这个提出他的概念，提出新的语汇。那我会觉得我当然不是只用他们，而是说要去思考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重新再想我们现在的分析的语汇。就是我读他们不是说啊这句话是我们要怎么样，那句话怎么样，而是说我看谭嗣同和章太炎和方以智他们各自提出了什么样的分析的方法 method。 像我们在读福寇，我们在读这个阿冈本，他们都会单独去讨论他们的 method， 什么是方法，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好，那我要如何去展开我们的方法。那个这是我还在进行的，这就是我觉得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个哲学的位置应该要做的。我接下来问题就是，其实因为你的领域之一是一个跨文化，但是我们常说跨文化，但是
其实我们现在在用的语言其实早就已经是一个混杂的，包括我们可能是我们让德勒兹讲中文了，或是就是说我们其实在用的这些语汇很多都已经受到西方或是东洋的这些影响了，所以我们实际上早就已经在跨之中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还能跨吗？或者是说就你来说，到底什么是跨文化，到底它要跨什么？ OK， 这个可能是我蛮好奇的一件事。好其实在最初我觉得在使用这所谓的跨文化，我不会简单轻易的去用跨，因为 trans 它到底是跳跃呢，或者说它会预设的文化之间各自有自己的一个同质性吗？这前两天我也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谁来说这个文化是统一的，这个文化是什么样的样态，什么时间点它是为谁而说，它是怎么说，它怎么样被再次的使用，所以说它永远是 problematic 的。对，所以我不会简单就说我只是在做跨文化，我不会这样子，可是我会说思想和知识，思考和知识是没有怎么说，必须要自我破除一些各种预设的一些 border 而去寻找这些答案。所以你描述我是跨文化，我一直也觉得有点奇怪可是我也被叫去参加的跨文化的会议。我觉得你用 topology 的方式来想台湾好了，它其或者说是中国好了，那我曾经说过台湾这个岛屿就是各地人的来来往往，那个从这个漳州泉州过来，漳州泉州的也大量的有一些是这个几次的，然后北人这个南渡，然后这个混杂的，那更不要说这个北人也可能都是这个夷狄鲜卑江他们的混杂，到底什么事，对，你要用一个简单的方式说什么是台湾，或者是什么是台湾人，这都是一个其实是个错误的问题。我们用一个 topology 的方式来思考的话，这是一个活的的变动的一个空间，那它可穿越，像我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穿越呢，我经历过一些这个非洲鼓非洲音乐的那个，那我身体可能就已经蕴含了那种 rhythm，可能某一个时刻我会打出这样子的一个节奏，那我看到了这个拉丁美洲或者是法国的这个超现实主义电影，像布纽尔啊，或者是这个Frida Kahlo 的画，那可能我的那个 image 已经在我的那个这个 bodily， 那我可能会用文字呈现出来，所以本来所谓的文化或者是这个一个 being， 它就是一个丰富而多重穿越的，它不一定需要那个去界定。那可是我刚才特别又说了，这个位置呢，它会让我们需要去思考，在一个有地缘关系的 geopolitical geohistorical 的东北亚，比如说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关系，香港和台湾的关系，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关系，或者是越南这个柬埔寨。泰国这个马来西亚印尼或者菲律宾他们的跟台湾的关系，而让我们不要封闭在小小的岛屿。我有段时间说大家都年轻人都只看自己的肚脐眼就不太去意识到它是在整个的 flux， 在整个的流动的这个多重运作的这个力量当中，我们怎么回应，我们怎么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寻找自己的语汇，怎么样去接受不同的知识，去这个 empower 或者 equip 自己，以便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思考。非常非常有趣的，因为其实你，我觉得你的思考里面还是提出一个非常具有张力的关系，就是说台湾它其实应该是被视为是一个拓扑的位关系，它其实是一个不断的穿流的，各式各样力量所编织的。但是事实上台湾它又算是，就是我们还是一样处于一个位置，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这个拓扑位置这样的一个张力里面出现的。那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假设我们其实都是在这样一个流动的关系里面，然后但是又站在某个位置上，那
这里面有没有可能能够谈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台湾的特色，或者台湾的就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的特色啦？因为我要这样讲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在一个时代、一个环境里面去思考问题，而且我们也正不断的正在回应这些问题。那所以对你来说，台湾可能目前，我们其实最困难的，或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该是什么，或是说我们其实最应该要回应的是什么问题，以至于在这个回应的问题过程里面，我们既看到了我们的拓扑，但是又看到我们的位置在这里。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其实最该回应怎么样的问题？那台湾的思想的问题，台湾的社会的问题，台湾社会内部各种其实还是有的，各种的 inequality 不平等，剥削啊什么的各种问题，那我们能不能面对？我觉得最迫切的，其实对我来说应该是两三层呐。最迫切的是我们能否诚实的面对自己在执行的各种不平等的 inequality 的各种言论、各种制度、各种法律、各种这个心态、各种这个这个，因为它牵连的就是一个 discrimination 哈。那这个 discrimination 歧视跟这个仇中啊、仇外啊、仇外配啊、路配啊，都是一样的啊。就是为什么自己会抬高到某一个位置？我觉得这个牵涉到了各个方方面面。所以我曾经说过，真正要去进行的是社会各个角落的这个怎么讲？小小的 revolution， 那个 revolution 是心态的，是法律的，是言论的，是制度的。而且可是要做那个之前呢，首先必须要有一个self consciousness 自觉。如果你不自觉的话，你当然是在位置上，你在利益的位置上，对你很好嘛，对我可以有这个各种这个 benefit。 那些呢还是在省级冲突之外，那个、根本不分蓝绿、民进党、国民党，任何执政党都可能会重复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个问题还包括了这个 project 它如何是在一个 lobby 之中我们就彼此同意了，对不对？的发展啊什么的。那好，可是这个在这个之外呢，所谓的省级或者蓝绿，它的确还是一个被借用的一个 rhetoric， 会增强某一种这个利益团体的这个合理性、合法性。所以为什么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是我觉得这边牵涉到了我们如何去思考这个政府或者是一个小政府，我们自我治理的一个小政府什么样是合理的？这个 governance， 它如何是可以在不同的角落的那个，比如说土地呀、农民啊、性别啊、这个外籍移工啊，都可以能或者说原住民好的权益都可以被传达而保护，本来是应该这个样子，那为什么现在不行这个样子？为什么它会被某一些言论所遮蔽？那要去克服那一种言论，其实那个所谓的统独或者是蓝绿，那都是没有面对现在真实的问题、真实的难题、真实的敌人，而去假想一个蓝绿的敌人或者是统独的这个敌人。真实的敌人是发生在社会当中，也很可能就是一个资本主义这个扩张的一种那个无节制的。那再回来，那可是这些这个好的一个小政府，面对一个可怕的一个大政府怎么办？昨天那个他叫什么名字？那法国的那个。怎么突然忘记他的名字？他提出了概念，他说这个 the right to remain weak， 那个
这个当然也是把旧的想法，对不对？或者说其他的人的想法，也可以是贝诺莎的想法，一个 passivity 的这个可承受、可接纳、可感受的那个位置。或者说我不要宣称我是全部，我不要宣称我全能，我不要宣称我的拥有，保持一个 weak 的一个伦理的位置。那当然它会牵涉到一个非战的一个想法，对不对？那我觉得我会永远会站在一个非战的位置，对，我觉得那样子的牺牲是不值得的，那样子的这个死亡是完全无意义的。那所以说，可是真的要打过来怎么办？我觉得就是啊，知识分子不太真正能够改变这个现状。我们只能够期待这个政治家能够有足够的智慧。可是政治家的智慧是哪里来的？可能知识分子要去 produce 各种 discourse， 去思考，好，去提供各种 alternative。那的知识分子呢，他也不应该只是台湾的知识分子，还包括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还包括国际的知识分子。那当然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他们必须要有一个知识分子的诚实和那个要说自己所讲的，要面对自己所思考的，然后要设法去解决这些难题。有一些难题它不是顺应着一个时事它就会自动化解，它一定会更为严重。这不只是在中国大陆，也包括台湾。中国大陆他们的知识分子更难，因为他们还牵涉到了学生，他们的学生怎么办，怎么思考，他们的年轻学者怎么办，怎么书写，他们 senior 的这个知识分子能不能够去回应，能不能够去生产。可是这个大概太难了，我完全知道这个太难了。那台湾呢怎么做，台湾该做要用什么样方式做，这个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说的，这我自己只能够从我自己的位置努力的去思考这些问题。那这个台湾的知识分子当然首先不应该是说这个什么切饼靠大边站，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说法就有个大的中国很强很好啊，首先就不行这个样子。或者说再不管怎么样它都是祖国，那我觉得也完全不可接受。就是有一些左翼的朋友就一直还不肯承认这个六四发生的事情，这是我完全不能够理解也无法同情的。那样子的我一直在说中国就不是一个，历朝历代就是各种不同的，就是集团或者是这个它的一种轮替，政权的轮替，所谓的这个汉，你要去测试一下 DNA， 大家都不一样干嘛要去强调，对不对？所谓中华正统不可能的，要认知到 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它有多少的成功，多少的失败，多少的失败之中产生出的强而有力的思想家，我们才有可能从这个地方再取得各种思想的资源。他们所碰到的难题比我们现在难题更巨大。方以智在明朝灭亡之后15年还在写，他最成熟的文章都在那边写出来的。那个我们当然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去思考这个难题，可能我们会目睹，我们会经历，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下个 generation 是比较好的，对不对？就像我们上一个 generation 让我们有稳定的和平的这个境，快要一个世纪了，对，就非常令人感佩啊！就是说，真的除那个恢弘的这个思想的高度以外，我觉得那个思想力度其实非常够。就包括你谈说，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的位置或是处境，他其实应该去思考这三个层次啊：诚实的，像你刚才一直常常说真话，诚实的面对这个社会里面有非常非常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这个不平等的这件事情，还有就是说
在面对体制僵固的体制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方式是可以不断的生产各式不一样的论述，这各式不一样的论述可以去挪移各式各样的这种已经被僵化的固定的思考方式或是制度。好，还包括就是你最后谈说这个我们其实要在思考各式各样的那个边界，不管是国内的边界或者是国际上地缘政治上的边界，这个是现在在台湾的我们其实比较急迫要做的工作了。那其实访谈的最后，其实我就是比较想要知道，就是说那以你这么多年来的在台湾在世界各地有这么大的学术社群，那如果说在之后台湾年轻的学者们他们想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思考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或者是说他们可能必须具备什么样的心态 来面对这些问题等等的。因为你不太喜欢用跨文化这个字眼，所以我是觉得是说看有没有你觉得在我们现在年轻的学者们可能如果想要继续往下做你刚才这些工作的话，好，那可能他需要什么样的心态或什么样的准备，你给他们什么建议？年轻人不管他们是哲学系毕业、历史系毕业、中文系毕业、外文系毕业、艺术、人类学、社会学，我觉得他们不管是要进入到研究所，或者说要出国念书，或者说回来要去进行他的学术的生涯，他都应该要让自己可以保持开放和接受各种挑战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力。也就是说，我觉得保持开放接受挑战，那就是表示说我承认我还不够，好，我承认我所说的必须要经过比如说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的挑战。好，那可是我也可以说我已经尽了我的各种的资源，我所说的可以说服这些不同领域的人。好，因为我的切入点可能是比他们要不一样，好，那我可以 address 那个更为准确的那个问题核心。所以像不管是我在课堂或者我们在中心所提供的资源呢，就是可以让年轻的老师或者是学生可以在课堂中或者在研究群中接触各个不同文化、不同国家。像我们的学生真的是来自世界各地，在课堂上呢，台湾学生跟香港学生跟大陆学生跟那个可以谈这个不好谈的问题那也可以谈越南的、菲律宾的、马来西亚的，才知道说啊，他们也是在一个政治上非常紧缩的。对，那所以学校应该要扮演的一个位置呢，就是不断去 facilitate 这种可以刺激思考、打开各种思考资源，不管是透过出版、透过举办各种的workshop， 各种的 summer school， 然后这个建立不同的 research group， 我们认为所有的学生都是 researcher， 让他们去发展他们的能力，去完成这个 project。 我觉得我们现在他们所完成的 project 都是了不起的 project。 也有学生开始我们鼓励他们去做 video essay， 所以就做了一个小的 documentary。包括明年我们会在中心办的这个2023年 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Studies 的那个 Institute 夏日学校，那题目就是 Decolon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那边就是包含了我们四个研究群和我们所邀请到的合作的澳洲西雪梨大学的这个一个 Institute for Culture and Society， 他们跟我们合办，然后也邀请到了香港岭南大学和印度的加尔各答研究中心合办，然后那个会有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学生过来。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台湾可以做的。台湾它没有封闭的，不管是本钱，或者是说必要，台湾就是必须要
开放而勇敢，勇敢就是暴露自己的弱点，暴露自己的这个不足，而可以去在各种方式之下去进行对话，而去累积这些思想的资源，以便下一个 generation 他可以获得这些资源而有更丰富的这个思考的力量。非常谢谢刘老师今天的那个访问，然后其实真的听得出来，就是说从刘老师的整个思想的历程，然后我们今天讨论的拓扑，讨论的辩证法，也讨论了就是你的关怀，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能够自我反省，然后能够不断的随时的自我辩证或是自我的对话，包括最后你给台湾，给年轻学者，给台湾的教育界，就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心态跟态度，我们必须面向国际，或者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开放性，勇敢的面对自己可能有哪些不足，我们必须跟其他人的连结等等，我觉得这一切其实都跟你的一个非常主要的精神跟核心关怀很重要，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创造那种思想力量的生产，这个思想力量的生产这件事才可以让我们一方面说真话，一方面去挑战各式各样僵化的制度，或是那个制度上不被看见，或是被排除外的那些不被看见的人。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 是在我整个今天的访问过程里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感动的事情。OK， 那谢谢刘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谢谢。OK。谢谢。